我叫 Sammy， 来自重庆，我来新西兰6年多，一直在奥克兰生活。拍照不是我的主业，但我从小就一直喜爱拍照，按快门的次数也早就超过10万次了。我的拍摄对象都很喜欢我的照片，我也能感受到他们被我拍摄的快乐。当中有许多人因为跟我一起拍照而重拾了自信，从而也给了我许多正向的鼓励。这种感受实在是太幸福了，我想把这份快乐和幸福传达给更多的人。我喜欢引导我的拍摄对象在很放松的状态下一同创作，然后高效地抓拍到他们的美好瞬间。一场拍摄下来，大概会有300到400张照片，其中80%的照片客人都会很满意。奥克兰有这么多美丽的景色，让我看到了自然光影之下，人们融入在这个自然里的各种美。这是新西兰独有的特色，我们都应好好去享受。即便是在同一个场景，不同的人也会呈现出不一样的感觉，所以我每次拍摄都会有惊喜呈现给对方。在拍摄的过程中，我也很喜欢聆听和交流，所以会自然地被赐予各种各样的好故事。这种灵魂的碰撞会让我更理解我的拍摄对象，从而为他们创作出更加独特的照片。最近我的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，需要做一次手术，这让我停下了繁忙的步伐，思考自己人生的意义。我想要认真地在平凡的生活中去发掘，创造出更多的美好和深刻。我很感恩与每位拍摄对象的相遇，这是生命中特别的缘分，而我也会像珍惜自己的生命健康一样，珍视每一次拍摄他们的机会。我是摄影师 Sammy， 我在捕捉生活中值得被记录的瞬间，也很期待跟你的相遇。